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飞霄终成首个5体人流螢被发掘最佳角度露胖次 2.4 测试服开启崩坏星穹铁道 2.4 测试服开启后续卡池安排反转阮梅遭遇玩家抵制崩坏星穹铁道流螢實測要么00摆烂要么20起飞10和01都存拉垮崩铁每个女性角色貌似都逃不过玩家们发掘最佳角度流螢也不例外在 B 站上面有玩家又来了一波展示有网友表示说白色不过这个只是策划吸引玩家的小画面毕竟 TV 里面全果都有了还怕这丁点被投诉吗关于飞霄的技能描述今天又有就发话了原话发给大家理解一下飞霄的普攻和战技使用另一个召唤物攻击该召唤物的伤害不视为追击不触发敌方反击并为敌方添加两种 DOT大召唤物触发暴击时清空所有 DOT 飞霄立即发动追加攻击若处于弱点击破状态则造成一定倍率的超击破伤害一个 DOT 是追加倍率一个 DOT 是超击破倍率而这大召唤物就是大招可以主动释放因为它的大招和银之一样是两种形态都传言 2.0 版本只有黄泉和飞霄两个强度最高召唤物追击 DOT 击破除了量子队目前能找到的赛道好像都被飞霄占了以前说三体人已经是全能选手了原来后面还能来个五体的这技能机制实在有点逆天或者我们可以猜测飞霄是首个可以分赛道培养的角色最后就是 2.4 测试服的消息据透露 2.4 测试服将在6月18日上午10点开启云里和焦秋的技能机制基本已经曝光的差不多届时就是具体数值了跟流螢 up 在同一天其实并不会影响流水毕竟两个角色并不会跟流螢有冲突还能期待一手焦秋有可能是流螢崩铁 2.3 的流螢即将登场估计大部队的崩铁玩家都准备充足的星穹来抽流螢了那么这样的流螢到底适合上多少星魂才最具有性价比呢从流螢的电子女友身份来看基本上是剧情给足强度给足即使给怪物加血都会抽的现在就剩下怎么抽和怎么规划专武始终这个是需要考虑的这里给出流螢实测的体验供大家参考首先要明确一点作为官方主打的版本第二个毁灭大 C 灵命角色肯定有缺憾的要玩爽只能增加星魂第一零零流螢摆烂其实这里考虑到部分玩家星穹不足还有飞球玩家建议拿下零加灵命的流螢直接摆烂首先这个角色玩的超击破只能是消刃才能够超高的数值伤害超击破队伍在消刃整个回合可以说伤害等于零灵命只能够输出两个回合出伤只有在消刃的瞬间零加零流螢比较适合追求性价比高的玩家第二一命提升不大因为流螢提升最大是二命也是当前版本所有角色命座中最离谱的命座二命相对于灵命来说输出会提升到四个回合也就是多出个超击破的伤害足足提升了 100% 而一命其实可以忽略因为一命和专武对比更像是专武是无效的一命和灵命如果在消刃回合无法击杀对方那么下个回合角色队伍的伤害就难崩只有被虐的份儿虽然一命也是机制命座但是相比二命的提升可以忽略第三二命才是真正起飞温度上升后角色的输出二命对比灵命提升太多了除了上述提及到的增加两个回合伤害之外两个星魂的体验完全不同至于玩家所期待的1加0和0加1的抽卡方式其实纯纯垃圾搭配当然二命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也是太贵了本来流螢玩超击破是极其容易被环境针对的总结一命看起来比灵命强但是队伍一般都不缺战绩点而且一命是为了二命服务的要不就零加零要不就 2.4 测试服将会在6月18日开始测试这就意味着玩家很快就会见到焦秋和云里技能了预计后续还会放出飞霄怀岩将军等角色的文本描述等信息崩铁官方在前段时间一口气发布了许多角色的例会剪影众所周知官方发布这些例会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后续的角色上线安排可以看到的是后续的角色安排基本上是这些角色了而 2.5 版本的卡池目前推测飞霄灵沙莫泽复刻角色很有可能是希尔加黑天鹅根据舅舅的情报在 2.6 版本八重音可能会上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面官方发布的全新消息
流螢目前在队伍配置上，目前需要与同协组进行组队，根据目前的消息，同时还需要与阮梅进行绑定。然而剧情背景中，流螢的家乡是被虫群毁灭的，而阮梅却造了一个虫子出来，存在一定的矛盾。虽然有区别，但是外网那边还是有点介意，尽管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这种设定上的冲突导致外服玩家在接受上感到有些困难，因此在外服社区中引发了较为热烈的讨论和争议。然后就是有关流螢前两天的动画短片，这一个动画短片主要是讲述了流螢在还没有成为星河猎手之前的故事。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流螢家乡格拉莫铁骑的设定其实和环宇蝗灾中虫群的设定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不停的繁育来壮大自己不足的实力。虽然流螢他们星球的繁育方式比较特殊，但还是有繁育的影子在上面的。至于后续流螢的背景故事，也就只能等到流螢上线后在游戏里一探究竟了。